说下辈子想干什么？我想当天使。好，想当天使，滚！下辈子想干什么？想当富二代。好，想当垃圾袋。啊，滚！下辈子想干什么？想要开大公司。要当大蚊子？哎，不是，滚！很幸运啊，你在一处水潭重生成了蚊子幼虫，孑孓。为了弥补上帝空耳让你投错胎，天堂决定送你七条命，让你好好体验蚊子的一生。来都来了，也只能苟下去了。蚊子的奋斗。第一关，成长。孑孓要在水里固用7到14天，高温是你纹身的第一道坎。水温达到40度时，孑孓会当场嘎掉。复活过来，你已经羽化成蚊子，但35度以上的气温也会让你没啥胃口，所以你上岸后必须抓紧时间找个凉快地儿，就像你的同伴把地图开到了珠峰，而你选择飘向北方。 Go go go， 去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东北。注意注意，小心一点，你前进的路上四处都是危险，闻上去香香甜甜的捕蝇草是诱惑你们的陷阱啊，真香。天敌加入战场，蜻蜓是天生的捕蚊高手，捕杀蚊子的成功率达到90%。跳蛛出击，这小东西一天要吃100只蚊子啊。怎么又被吃了？这会儿已经连续没了3条命。看，当蚊子光是活着长大就很不容易了。还好老子复活甲多。度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天，你终于迎来成年礼，蜕变成成熟的大蚊。接下来你就要择偶和交配了。第二关，交配。刚刚好的温度，刚刚好的阳光，你把每秒600次的翅膀扇动频率调整到每秒1200次，发出急速的嗡嗡声。很快你的真命天女来了，你们坠入爱河，完成交配。10秒钟后你们各奔东西，她去完成繁衍，而你只要舒舒服服地躺着，喝着花蜜果汁，享受为期1周的晚年。啥？当男人命这么短？不，我要变性。那么点个赞，投个币，收个藏，现在你是女孩子了。雌蚊子为了繁衍会比雄蚊子多活20到50天，从此你的生命只为了宝宝燃烧，普通的花蜜果汁都不能满足你的胃口。No， 我要给宝宝吃最好的。要想给宝宝更好的营养，接下来你就要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人类，喝点人血。第三关，觅食。找到人类对你来说没那么复杂，你的触须可以感受到人类呼吸的二氧化碳，你的大脑能分辨出人类散发的油腻味，在10米开外就能定位追踪。真香啊，就是它了。距离不是问题，你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.4公里，还能完成高难度回旋和翻跟斗。高度也不是问题，坐上电梯实现飞行高度自由。接下来进入人类社会是你残酷考验的开始，贴心的人类化身刑部尚书为你准备多种投胎道具。第一回合，人类使用电刑，你走位不够风骚，直接祭天。第二回合，人类使用毒气。哼，这一回合我必拿下。但这些蚊香电蚊香液散发出你出生举止，会让你先嗨起来，然后麻痹，最后嗝屁。第三回合，人类使出花露水，里面的避蚊胺能让你当场丧失嗅觉，人类在你面前就像隐形了一样。哎，人呢？那么大一个人呢？诡计多端的人类还对你们发起魔法攻击。马来第四关，最后一搏。根据你的作战计划，第一步选择合适的时间，白天的人类过于清醒难以招架，只有晚上在他们要睡不睡的时候你才有可乘之机。 OK， 时间成熟。计划第二步，选择合适的战术，
你发出的噪音可以轻易击溃人类的防线，所以只要关灯的时候出现，一个垃圾；开灯的时候隐藏；关灯的时候出现，一个废物；开灯的时候隐藏。这样人类大概率会被激怒，我灯不关了，一定要拍死这个蚊子。接着就要进行计划第三步，耗尽人类的精力。此时的人类体力注意力都比较迟钝，你养精蓄锐，灵活走位，和人类一战。烦死了，算了，爱丁就丁，我实在熬不动了。嗯，现在就可以开席了。为了大快朵颐，你们进化出了一套高端餐具，只有跟刀片一样的针。你先优雅的在皮肤上吐口唾沫，做个局部麻醉，再优雅的用最锋利的两根针锯开皮肤，接着优雅的用两根针扒开组织找血管，最后优雅的吐点口水，防止血液凝固影响口感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开吸。鲜甜的血液入口柔一线喉。你的目标是喝够自己体重的3到5倍的血，再喝一点，浓烈的人类气息挑动你的食欲，再喝一点，对鲜血的渴望灼烧你的欲望，再喝一点，充足的营养足够让你的宝宝着。哼，小东西，我就装睡哄你呢，还敢跟我斗。你成了压缩文件，永远留在了那个夏天。